新北市由替代役男所组成的忘年天团，进行举办海选的活动，表演者发挥创意，用心表演，争取服务弱势团体到各地表演的机会。听着伫新北市各地的老人共餐，会使看到因，伊是目前伫新北市服务的替代役男所组成的忘年天团。即间因伫遮是为着举办新人海选的活动。那我们想说，役男啊，在服役的期间中，如果他有专长可以来做贡献的话，其实是我们非常欢迎，所以我们建立了替代役的人才库。那所以经由这样海选的方式，有一些真正表演的专长很厉害的一些年轻人，都可以有舞台来发挥。今天伊嘛邀请进进蝶忘年天团，今嘛已经退伍的陈正广登来现场表演一段扯铃秀，而且分享伊的经验。在演出的过程中可以回馈于社会，然后帮助那些弱势团体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让我学习到一种谦卑以及付出的概念。对，那我希望接下来的学弟们他们可以更加的努力，增进他们自己的能力，然后带欢乐给这些大哥大姐们以及小朋友们。这摆头一位表演者是目前在新北市立图书馆服务的罗浩云，以一首《青苹果乐园》得到评审的肯定。自己平常兴趣就是喜欢弹吉他唱歌嘛，那就是希望在服役的这段期间就不要停下来，对，所以才想要来忘年天团。而且因为忘年天团的对象都比较多是可能老人共餐的活动，那也希望趁这个时候可以练一下台语歌这样。民政局表示，忘年天团为1803年成立到即马，就邀请到新北市各区的老人共餐甲弱势团体，已经表演将近100场。今年是因新军第3年，希望未来因会使予更卡侪人快乐。记者宋杰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